让我真正就是我改变自己的心态，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爸爸妈妈做，所以我跟着做。那改变自己的心态是因为妈妈就是跟我说过，就是因为妈妈本身就有罹患罕见疾病嘛，那但她人呢就是会去就是经常帮忙。那她跟我说，就是因为我问过她说你都坐着轮椅，那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事情？她就跟我说，她与其每天在家里面对墙壁，她不如在她生命还有用的那一刻去帮助更多的人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这句话其实影响我很深，因为我自己是好手好脚，那其实我还有很多事情其实可以去做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对自己的就是在做服务这件事情，慢慢的去做改变跟调整，因为我觉得用生命轮转生命，或者是在我的我们都好手好脚的过程中，其实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，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2016年因为刚好也是妈妈离开那一年，然后那一年暑假我就到了四川，然后那一年参加创刊的时候跟何运奇院长结缘，就是那时候开始认识何院长。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到海外去服务，从那次的过程中其实我看到很多，就是在我们服务过程中，就是平常可能我就是为了可能今天参加这个活动，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会发现说，其实我们要针对他们去做很多的了解，然后因为唯有同理了解他们之后，你才能知道说，他们需要的是什么，或者是我能够给他们什么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认识何院长，然后到了大学，就是那时候大学上来的时候，刚好有跟院长就是在某一次吃饭，就是在路上就遇到，然后就开始有做就是参加创刊，然后开始去做服务。在服务的过程中，其实院长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不断的去支持，或者是不断的去告诉我们，就是要去了解他们，因为我们都不希望说今天在服务的过程中造成他们的负担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院长给我们很多的，院长给我很多的，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跟不一样的改变。那包含在我这后来这一路上，包含后来开公司等等，其实都是院长在后面就是会跟我说，没关系，就是他能够协助，他就尽量帮忙。所以从那时候，我觉得从高中那一份缘到大学，到我们后来到了川安，其实不断一路上，其实跟院长都很帮忙，然后会给我们就是很大的鼓励，然后我会才会就是在每次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院长总会在旁边就是告诉我们可以该怎么做。对。那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大一寒假去菲律宾的时候遇到了，就是我们去访在当地访视，就是那台车开到一个路中间。我到了，左右两边都是丛林，然后我们就要穿过丛林进去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大概我们一般人家里面客厅的那个大小，甚至再小一点的空间，然后大概要塞十几二十个小孩，然后就是十几二十个童，十几二十个人，那爸爸妈妈就是因为小朋友睡到这里，那就是那时候我才看到说，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然后甚至是我在一个。在一次访视的过程中，看到一个小朋友，就是应该说我们进到那个丛林，进到那个里面，然后就看到，妈妈罹患癌症末期，但她不敢跟孩子讲，然后所以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不断的，就是她已经把小孩托付给隔壁邻居，因为妈妈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人，就是爸爸去外地工作，那妈妈就是她妈妈在家，所以她已经把小孩托给外地隔壁邻居照顾，来帮她哪一天离开。其实这就是在我这个过程中，其实就会联想到说，我自己的家庭其实是，除了真的是蛮幸福的。我到两三车站去接小朋友下来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小朋友，然后大概三四年级，他背后背了大概100斤的土豆，然后就沿路从我手边走过去，然后掉了一次，掉了一次，掉了一次。然后我爸爸跟妈妈他就说不用，因为他们今天。后来我才知道说他们今天，要卖完这一袋才有办法坐火车回家。殡仪馆拍摄的时候就访问到很多故事，就有些小朋友是，我就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是因为家人，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生日，所以他特地要回来给妈妈惊喜，所以他没有跟妈妈说他要回来。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。
这个无常什么时候来不知道，但是这真的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在那个过程中也让我知道说，哎，我原本学的理论该怎么去应用在接下来的实作上面，就是怎么去让自己的实作更加增加你的技能。对，每一次的服务都除了增加自己的能力以外，就会让我看到说，其实我应该要该去珍惜彼此之间的这些人，因为这一路上其实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伙伴都会协助，反正这一路上，然后的伙伴跟协助，而且我很感恩我的爸爸，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后来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回家，都是爸爸来花莲找我，就是不管这些事情或怎么样，然后爸爸就会跟我说，就是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事情，但是再累再忙，也不要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。